本台消息 ，LNL 夏威夷烧烤店成立已有40年，是夏威夷最大的本地烧烤连锁店。到目前为止，已有将近200家分店遍布全美国及海外。近日 ，LNL 公司举行一系列活动，庆祝 LNL 公司成立40周年。4月5日晚。LNL 总裁林志雄、公司股东和各地连锁经销商们欢聚在夏威夷希尔顿乡村酒店，共同庆贺公司成立40周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。LNL 总裁林志雄先生高兴地向记者表示：“今日咧就庆祝40周年纪念，我哋1976年开始嘅 LNL， 而家开始咗已经40年啦，所以今日我哋庆祝啊，大家一齐庆祝。”我哋而家一共有200间餐馆，美国有大概180，亚洲有6个国家都有，中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日本都有分店。在1976年的5月1号开张的，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。我们感觉在这里夏威夷那么好的地方，我们的客人都是很好的了。因为很多都是我看着他从小到结婚，然后我今年就是我们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40年的，所以其他地方公司的代表都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开一个会在这里，大家聚在一起。从1976年第一家 LNL 餐厅开始，历经创业初期的艰难，到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市值达数百万美金的连锁饭店。林志雄的创业故事也正是一部华裔移民追逐美国梦的励志片。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Honolulu 报道。